科技真的是越来越炫，因为谁说乐器一定要靠人来演奏？来看云端冒险数位艺术节上，就能够体验互动或虚拟空间的艺术。不会弹琴也没关系，龙应台跟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利用新科技，还能够来个小蜜蜂四手联弹。喷嘴随着节奏快速的在亚克力管上移动，演奏出著名的钢琴曲《大黄蜂》。能奇妙地演奏出一首歌，全都靠电脑程式来操作。奇妙的声音艺术，连文化部长龙应台和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都想要小试身手，四手联弹一首《小蜜蜂》。两人临时搭档，四手联弹，碰上新奇的科技，显然不是那么熟练。一首歌虽然弹得七零八落，但能玩玩新玩意，也让他们大开眼界。很有意思啊！我们那个文化部一起那个合作，我们那个对我们那个公司的文化水准会提高一点点的。艺术结合科技，不仅提高科技的层次，也让艺术家有更多创作的空间。二十世纪末叶以来，这个改变这个世界最多的，大概就是云这一回事。推出这个艺术跟科技的结合，就是直指那个艺术的核心。今天两人为九月底即将登场的数位表演艺术节站台，展示靠着一个手指头挑战文明的可能，也邀请大家一窥数位艺术的惊奇。联合影音陈静怡、宋文茜台北报道。